默默，后面有神器，可是我不想跟你说哦，你千万不要去拿哦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这个人呀、啊，就出了名的小规矩。放心吧，纷纷交代的事儿，我一定不会去做的哦。好，下面是动脑筋的部分啦。哎，一条长寿的云条给它走开，没有东西，那再走一次，还是没有东西。嗯。诡异的气息，没有关系，默默有方法。哎，反正都是一踩就睡，那咱们就给他留个通道，看看会发现什么事。哎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哎，咱们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以防万一。想到了吧？来来来，他送你回家。谁呀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下次再说吧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大喊粉粉雕虫小技。不得不说这一次的粉粉，这个宴会安排的是十分到位呀、啊、哎，什么好吃的都有。好，这个箱子舔完了，另一个箱子是什么呢？哇塞，兄弟们，蛋糕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你竟然敢给我蛋糕。你知道蛋糕是什么东西吗，小伙伴？既然你给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看到默默选手已经开始登上了他的挑战擂台，这一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？雕虫小技的粉粉的地图又会如何坑掉默默呢？啊，看看这个图，简简单单玩呢这些。还不对，我跳啥呀？这我这直接走过去不行吗？啊，我走过来不行吗？啊，咋了？能把我咋的？能把我咋的？多余不？雕虫小技粉粉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面子还是要给的嘛。啊，我就假装跳一下。哎呀，太难了啊！这下一关是什么呢？又有什么坑人的把戏呢？哟，好多陷阱呀！看老莫斜脚跳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就这啊，就这。哎，前面怎么还有个铁门？这是什么？需要我们用钥匙吗？哎，我刚才看到了个箱子，哎，但是我就不拿。哎。我要用你给的游戏规则来破除你的游戏规则。哎，蛋糕就是这样用的，小伙伴。哎，看你下次还敢给我蛋糕不？简简单。哎呀，这咋还有空气墙呢？笑话，这都难得倒我，我再给你搭。哎，这怎么放进去了？哎呦，粉粉，你这个懒家伙，你这空气墙还能缺一块，你心是真大呀，粉粉。哟，现在心跳水立方还给人整计谋，这四个跳哪一个呢？当然是选择颜色最深的那一个跳了啊！你看左边缺一格，肯定是距离不够。哎，右边水坑有个箱子，右边有箱子那个好像可以跳，我们试一下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这个水的颜色越浅，哎，这个坑它越浅，知道不？这可是与生俱来的智慧呀！你们想要吗？哎，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好了，废话少说，让我们开动小火车，坐着那火车去拉萨。哎呀妈呀！我人性险恶。天地难容啊，家人们啊，身上的道具都没了，这咋玩？这玩个嘚儿呀，我的蛋糕，这手贱的非要把蛋糕全拿走，谁呀这？希望没有蛋糕不会给我们造成困扰吧。这怎么过呀？只能选两次，选择一种怪物打败引人猎手。你管里边的东西叫引人猎手啊？另一个没制牌。哎呀妈呀，熔岩巨人呢、啊、这又是啥？这是一个特别的通道，想要过去必须叫你的每一个粉丝爸爸。哎呀，出来呀，来咬我呀。哎，咬不着。哎，好气。哎，不是，话说我这样打得打到什么时候呀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哎呀妈呀，这旁边还有空气墙，你这空气墙能找多远啊？哎嘿嘿，你这空气墙能叫多远？哼，雕虫小技的粉粉还想坑默默啊？找800年嘞！终点，我来喽！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默默冠军啊！看粉粉给我们的留言，这是啥呀？黑渊坠棒，黑渊是谁呀？